好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为您讲解的这盘主将之战呢，也是非常强强相碰吧，应该说两位都是世界冠军哈、一位是广西华南队的主将李世石九段，另外一位呢就是现在占据榜首的山东景致酒业队的范廷玉九段。对，那个小范也是很年轻，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小米是吧，是所以说都是96年出生的棋手。但是小米虽然很出色，但是小范已经拿世界冠军了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但是小米也说了，就是说他觉得拿世界冠军也是时间的问题，他认为他自己也具备了。现在等于说是小范的话，这位新的世界冠军要向李世石这位老牌世界冠军挑战的话，今天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局面，我们也拭目以待。对，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刚才说了山东队现在占据榜首，比这个第二位的重庆队呢是领先了3分，那么如果说他们今天能够2-2主将胜或者是全胜，当然是能够继续占据榜首的位置。那么今天这是第11轮，也就是说今天下完的正好赛程是一半，刚刚好。那么在这个半程当中，山东队能不能保持这个榜首的位置，这盘棋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棋吧。这盘棋是范廷玉九段是执黑，是的，这个的中国流很熟悉。接下来局面我想大家也很熟悉，跟刚才那盘棋一样啊，一样。这个点三三，是的，这点三三是李世石九段下的。挡，对，反。现在韩国棋手是不是比较喜欢学习我们的布局啊？觉得很多都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哈，他们也在拿来用。其实，他们说，就是一些年轻棋手跟我说，就是说那个，其实现在也谈不上谁学习谁，因为这些一开始的下法都是先在网络上下出来的。也搞不清到底是谁先下的。对，也许在网络上已经下过了十几遍了，有些棋手觉得不错，我们在正式比赛上应用一下。我想这个下法肯定是就比较年轻棋手第一个下出来的。因为像我们这一批的话，被老师已经认为就是这不可取，所以说在我们的字典里面脑海里面的话，这个点三三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对，已经先 pass 掉了。对，所以说现在年轻人的话比较有朝气，也比较有创新的精神。特别是网络嘛，对吧，在网上的话你下任何一步棋的话都是可以的。其实这也是符合围棋的精神。对吧，围棋的话就是说这么大一个天地361点的话，按理说的话除了不太能下的几个点以外的话，应该都可以考虑。没错。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项运动。对，这个年代也很自由，是吧，这个运动也很自由。最重要是想象力。是的。走，像这样的话已经不需要想象力了，这个一模一样。这个加走。这是第20手，跟刚才那盘棋一模一样。实战的话，黑棋选择了3，接上。那这刚才邵老师说过啊，他说有接的也有虎的。刚才那盘棋黑棋是虎的，因为如果虎的话，对比较注重这边，对脚上的话相对来说不是很看重，由于这个棋形虎的话，将来白棋黑棋走这个的话，白棋是可以打住的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如果粘这个的话，白棋是没法打住的。这被冲死了。被冲死了。所以说这个，由于这个没景气的话，白棋的脚步的活动的能力会强一点。对。粘。黑棋是粘上的，是粘。然后下一手。小飞。小飞。他离他远远的。对，上一盘是那个，等于说是小米。米玉婷选择了挂。是的。小飞。李世石下的这步棋是。飞在这儿。莫非李世石担心挂这个的时候，黑棋会加这个？不清楚。是否有这样的担心呢？是吧？这个黑棋的话很厚。觉得太厚了。因为按照后面推理的话，先小飞。那个小范的话，棋风也是比较稳健，对吧？没有选择。往里挂，选择了这个。那么，李世石也乐得
把这边的话薄型变成一个堡垒。小范的棋本来就是比较擅长于后半盘，对，然后他一般都会下的比较和缓一些，不会那样一下子就展开很激烈的战斗，是比较少。再挂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李氏这时候再挂，小范大家注意，那个连笑是选择了尖这个是吧？是的，小范是这个更加稳重。哎，这个棋也是下的都很稳健，很稳健。一般就白棋小飞了之后，可能这边配置也有关系，是不是想着挂过去一点呢？是，好像有这样的下法，然后再尖顶什么跳起来之类的。对，是这样。就这个时候都还选的这么稳健的话，这个李世石的话，现在对上面的结构还是比较满意。对他觉得还不错自己。对。像这样很普通。慢慢下。唯一的话就是说，如果当初如果能先挂到这个的话，那么白棋可以选择在这边飞。飞在那边了。这样会更愉快一点。是的。实战李世石也显然人认为对这边的结构比较满意了。黑棋二路漏一个，在这儿。这个也是漏，也是最大的了。如果这时候选择吃角，首先第一的话没有吃干净，对吧？对。这个、白棋留了这个。是的。同时的话，这个这一点太大了。你如果先搬角的话，人家可能先脱线。先脱线。花两手棋才能吃干净。对。这边也被人家连下两个，等于是。这个太大了，现在二路漏一个。小尖，下一首是充分体现了李世石的风格。其实正常的话，我觉得走在这个位置也是比较中庸的想法。如果走在这儿的话，黑棋要走一个吗？这个不走的话，再打入的话就比较严厉了，对吧？是啊，你这是脱线的话。对啊，如果你走一个，我也不知道走哪，走这儿。那么我再点这个是吧？我挡。压住，你走这个，那么我再张这边，觉得这样的下法是不是显得更自然一点呢？是吧？这个因为毕竟已经三格已经很窄了嘛。对。是在李世石选择的打入，这也是很强的一手。就是说这个我不是为了单纯的破你这个六目棋，对吧？对。本来我挣一个，你飞一个，你有六目棋。我是把你攻起来。特别是在黑棋有这么厚的背景下的话，李世石依然选择进攻，这个很体现他的风格。没错，前面这个中规中矩的下法，终究还是要暴露本质的。跳起来，白棋跳在这儿。跳。黑棋再跳。拐正一个。拐正完了之后，他是要打算要点进去吗？对，这个点的话，一下子的话，等于说是还挺严厉的，对，严厉。黑棋小尖。跳一个，在这儿。因为有了小尖以后的话，你再点，他就可以在这防守，是吧？一顶，他可以顶过来，你这边有问题。跳。还是要补一个汉城黑棋。接下来就是说，只要黑棋能轻松的把这两块分而治之的话，那么白棋破这个六目棋的话，就显得价值并不是很大。现在黑棋要往外跑吗？还是他尖冲了一下？尖冲。这个黑棋的尖冲也下的有点强了。正常的话也是跳一个比较正常。在这儿。就往外出头嘛，还是慢慢下。但是这样我有点担心黑棋的控会不会，不过那儿还是欠一个打劫。对，是欠一个打劫。第二的话就是这个后势毕竟是有目的，对吧？这个在如果我们刚单纯从控的角度说，这个是没有目的，对吧？这么多子一目都没有，那么黑棋控肯定是不够。但是它后的话毕竟是有东西的。他实战是尖冲了，尖冲，看起来想先手压缩一下，对，如果你走这个，他可以靠这个，对吧？大家注意这个，这一定要藏这个，不是挖粘，挖粘的话，这个单纯的破这点墨的话，这个是不可取的。他藏这个，你本心得补一个，这么他亲手处理完的话，他也许会把这个跳出来，对吧？或者是这边走一个，以防你
分住，然后让你再走一个，然后还是在这边经营一下。嗯，就想先手处理一下这个记忆薄弱的一块孤寂。那这个时候你事实是不会轻易就范，对吧？嗯，我觉得这都不太，如果说是这样下的话就不是李世石了。嗯，是跳一个在这儿。嗯，要求反击。对。嗯，这个跳，当跳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得好像黑棋的话这个步调是不是走大了。对，因为人家这个，嗯，除了这个并刺先手，这儿跳刺也是先手。嗯，你这个很难连得上。嗯，对啊，所以这个黑棋这根棍子还是 稍微要需要自保一下。是，大家注意啊。嗯，这个白棋的反击也是很有意思的。如果我们先吃掉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吃完这个，嗯，那么这个的话，白棋反击是很容易的，对吧？这么一飞，那么黑棋就极其的无谋。对。嗯，但是大家要注意啊，当刺的时候，黑棋选择反刺这个。哦，嗯，他可以跳刺一下。对，当你粘上的时候他在粘这个，那么你就刺不到了。对，他这个形状是能连着的。嗯，同样你如果刺这个的时候黑棋是要飞这个的。嗯，哦，是这样。嗯，这是一个次序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所以白棋要反击的时候似乎只能跳这个。嗯嗯，这样就让黑棋没有办法把它，这个两个刺都防住。对对对。嗯，黑棋如果要强行连上，对吧？白棋可以长走，再点刺，就连不上了。嗯，你粘上，再冲，一冲断，哦，这个形裂了。嗯，对，其实要基本上要死，估计是。嗯，跳这个。如果黑棋如果尖这个的话，那么白棋再靠这个的话。那么这个形状呢是比较完美的。对。嗯，这个空围得很舒服，比刚才爬了被人靠长好多了。嗯，黑棋的眼位也差很多。对对。嗯，最重要是黑棋的眼位，大家知道这个黑棋的如果这眼位一差很多的话，这个意味着还得再跑。嗯，而当初的话这个一靠一长的话，这已经先手处理完了。是的。嗯，这个先后是差不起。实战腰飞。嗯嗯，这也是落机落离的一步棋。嗯，也很有意思。嗯哼，因为他直接连不上，他只能走的稍微远一点。是，白棋跳刺。嗯，这也是跳倒了。嗯，然后白棋选择飞出来飞。嗯，这个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黑棋撞枪口的感觉。嗯，是吧？李世石求之不得，一定要站。嗯，他本来就想跟你站。嗯，然后你要出来就跟他站。嗯，但是小范的话也是对自己也很有信心，很自信的。嗯，走完了以后大家注意啊，冲这个。嗯，很有意思的一步棋。冲这个的时候，嗯，白棋不能拐这个是吧？嗯，拐这个也不太对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下法。嗯，如果拐这个的话即使能顶住是不是好是个疑问。嗯，我觉得那么他在走这个的时候，他也许等你断这个时候他这边还可以对寻求一下度过，因为他这个挖的话是有味道。 嗯，而且黑棋这个拐是先手。嗯，所以黑白棋的形状并不见得就好。嗯，所以冲这的话也是很考验黑棋。 嗯白棋选择忍耐，长一个，长起来。嗯，接上。嗯嗯，接下来黑棋搬下来。嗯，在这儿搬下来也是找头绪。嗯，正常的话白棋是可以，对啊，加一个，加这个。嗯。嗯，这个好像黑棋不太行啊，局部。嗯，局部黑棋已经连不上了。你走这儿，就算你能连上，人长长回去，你还能跟着杀气啊？对，不行，所以他会搬这个。嗯，把这边沿着气接上。等你走完以后，嗯，他要求从这边哦，这样冲寻找头绪。嗯，不一定能冲去，但是他可以在这寻找点头绪，然后对这边产生某种压力。嗯嗯，
可以把这个看作一个契机，然后再想点办法。对，所以说这个班的话，更多的是试一下白棋的应手。如果你用强，那么我这边寻找头绪。实战的话，你放弃这个，是吧？那么我就可以从上面压。因为经过这两个交换以后，将来白黑棋单提掉这个是活棋。大家注意，这个提掉的话，这个子的话是活棋。对。他去哪儿？先走了一下黑棋，黑棋他白棋走这个的时候，黑棋还拖了一先，拖了一先是吧？走这个是吧？是的。他觉得他这个是先手是吗？白棋现在有这个子。他就是要把你分割开。他这个压是先头，他觉得差不多再照一个你已经死了。白棋得走一下。走。搭了一个方框，看起来。然后再冲。再吃。走。断掉。再压。再压。所以说，小潘的话也下得很冷静，是吧？这个弯。完以后，这个扳的话很诱人。是啊，巨大。这地方他就不走了，先搁那儿了。这只是一个目数问题，是吧？这因为这边跟白棋的死活没关系，就是现在生死无关。对，人家已经通了。是。所以你走一个呢，就是把自己这块棋做活了。就是活这几十目棋，大概二十目左右吧。对。跑。大跳。所以说当初的话，这个我也在想。白棋能不能跑得更快一点呢？他搭个方块看起来怪怪的。这个好像是，因为跑完这么快的话，以后将来的话，这个手也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那你正的话，我可以走到这是吧？我觉得他是不是比较看重目数，所以担心，比如说人家刺之类的，中间形状也稍微有点薄弱。就担心刺这个是吧？有可能，这个比较结实。你试试下棋的话，一般都是比较明快，是吧？这个速度比较快。但是下这么结实的棋的话，是还比较少见。搭个方块比较少见，确实。大跳一个，在这打入了。打入也是，也只能这么下。我不打入的话，这棋黑棋暂时找不到头绪。为什么？这个头已经被出来了，要目前对这个产生。攻击的话，好像目前没有太好的下法。是的，没有太好的下法。黑棋如果说搬这个的话，是不是有可能会遭到脱先？跟着先手是先手，这个，那他就硬。这个得硬。但硬完以后，这边的话头要拧过去的话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现在就算拧过去的话，黑棋白棋在这边也是有出头的。如果这个经连上的话，那么这把它拧过去的话，这个就成为一个立体的形状。在打入是寻找头绪。对。打入的时候白棋不能用强，这一带万一有一些先手他一卷过来，你中间要死。对，如果这个目前如果用强的话，给大家摆摆。这个不行。接上。你想打断它，打吃那这上面好像很容易死掉。对，目前虽然的话，目前阵子不利，但是黑棋这个随便找找，反正我借用的话很容易了。对，我总能想出办法来把你的给收拾了这块。所以白棋是单飞了这个。单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。我当时也在想，那白棋能不能靠这个呢？是吧？这个，我见风不准你的话，你靠这个，如果你搬的话，我就虎一个，这个、不知道可不可取？是吧？你这出来的话，我这边的话有先手。如果你长的话，那么我就追求的这样把你封住。这样的话，你要攻我这边的话，也没有太多借用。是。如果你这边单纯的走这个，我就连回去。那长回来那还不错。那没有，我这边还可以收官你一下。是。这不知道怎么样，但实战的话，李世石选择了这个。作为黑棋来说的话，尖的话也成为唯一的一手。对，那肯定要尖出来。对。白棋飞。小飞。
一起冲一次。嗯，冲一个。嗯。挡住。跳。嗯。出头。出头。小尖。嗯。嗯，其实围棋有时候看的话也是，这两步还没有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以前的话你看是交换，好像无意的交换，其实在某个时间段的话有可能成为恶手。比如说吧，这两个交换是吧，当初为了是对脚步有利，但是当黑棋断这个的时候，你这个交换有可能成为恶手。本来你是可以打了把它吃掉的，本来你是可以这个的，打了把它挡死了，嗯，这样它逃不回去啊。但是由于你这个交换完以后，你现在是可以逃回去，嗯，黑棋可以选择小尖变回去，嗯，你别再拐一个就行，拐一个本子顶。所以说围棋还是很有味道，对吧？这个，就当初的话，你为了行使某种权利的时候，交换了一手，看似无意。看似好像没什么损失，但随着后面的进程的发展的话，在一个瞬间也许它就会给你带来某种伤害。所以这个大家注意，这个黑棋是有一个断点的一个利用。有个断，走完这个冲过来，在这再飞这个白棋飞，飞这个的话其实也用意也不算太明，为什么呢？真的黑棋如果把它冲断呢？他要干什么呀？我也没有太搞得太懂。冲断他，但他挤这个先手是吧？这个我得补。他就算补一个呢？这个他也得补吧？不补被飞一下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快要死了。所以说也没有搞得太懂，就是说，如果黑棋真这么硬呢？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冲断它。第二，如果黑棋不正面出击的话，是吧？那么我黑棋能不能就断这个呢？这也可行啊，觉得这个断也挺大的。断这个，如果你吃这个，我就把它吃了。作为黑棋来说的话，你如果再走这边，我这边就拖过或怎么的话，我毕竟还是抛到木上，对吧？如果你说我要跟你强行作战，那我先出来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做点文章呢？充分利用这个后势呢？对。不过这个断的时候，白棋打完了，他是不是会考虑打在这儿？那么我这块是安全的。对。对吧？我这块是安全的。我唯一的就是让你连过去而已。是。现在黑棋是要防守，对吧？黑棋已经破了白棋的空了，不能再很好的和，比如说不付出太多代价的情况下的话，等于说是把自己做活的话，那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一个下法。没错。嗯，现在这个目标有一些不明确，到底两个人都想干什么搞不太清楚这件事。都觉得自己是进攻的一方。是那就是在这方面的话，双方具体要做些什么不太明白。走，压过来。现在白棋已经连得很结实了。对，白棋已经连住了。那么作为黑棋来说的话，这时候你如果再吃这个的话，那么这手棋的话效率不是很高，所以黑棋选择了大吃。闯出来了。呀。现在看到目标了，因为上方这块白棋显然不太好，这一块。对。白棋小尖，小尖，先搜刮一下那块棋。它是起一个主动的作用。如果你这边的话，把这黑棋分住的话，黑棋在这里好像可以拖过的。是的。那他现在主动这个很严厉啊，对于黑棋来说，他不是这里要摁住。这个是要吃黑棋的。就这样镇住他就可以了。对，你搬粘上。也没什么用啊。没什么用。逃不出去。对。那他这个尖还是挺厉害的。
所以刚才我觉得您这个切断它还是很有用，因为把白棋分断它之后，它就不能为所欲为了。对对，它这个要外面罩着，它得考虑自己这块棋的生死问题。所以说，这也是前面取决于黑棋的一个判断，是对吧？如果黑棋的话，防守的话，不藏这个断这个，贴这个的时候，我可以藏。长补，那么没有我这几个交换的话，我这块是安全的。对，这里插几手棋，这两个子没有的话，白棋就不敢乱来。这个是吃不了黑棋的。那么我就要两边分头做活的话，我在空上保持我的优势。是。实在等于说是黑棋在进攻上方的同时，也伤害了自己的有灵部队。白棋小尖现在在这儿。对，黑棋搬，搬接上，先把这个补活飞出来。哦，要形成这个巨大的转换，那这个黑棋有把握把它吃干净吗？一手棋。哎呀，这个还是真的不太好说。这个这还是有点难度，感觉有点难度，觉得有点难度。实战点这个。清楚，这到底算吃干净了吗？就形成转换，现在白棋吃这个已经吃得很干净了，黑棋看不出来有做活的手法。对，那这块棋看起来还不是很干净，煎出来。这个转换有点巨大，看起来。现在一时半会儿也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小尖一个，他还是有点担心，看起来。因为这个不尖的话，这个挤着挤着，比如说最简单挤这个，怎么回事？你得断这个，那么他这个已经回去了，是吧？这是一点点的白棋的一点油水。如果白棋如果计算再精准一点的话，那么有可能就吃完的话，能不能就直接接上呢？是吧？连根的话也是可能，因为这里一冲，这个味道还是挺多的。不过这个有一些连带的问题，就是黑棋假如说断着了这下，那么白棋那个假如说成为后手的话，那他一般脚上是死了。对，所以呢，跟这个有些关系。有些关系，这个次序次序很微妙，也许等你断的时候，他可以先活这个，是吧？对，那你再完以后再那个处理一下。是。总的来说的话，这个形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换。白棋搬抢，抢成这样了。这样粗粗一看的话，就是黑棋死了这么一点，是吧？是啊，觉得白棋死的好大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吃掉的话，粗粗一看好像是黑棋收获还是不小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什么呢？当初的话，如果白棋在这边加一刀的话，那么。比如说把这个吃掉的话，白棋黑棋当初这个还是损失够大的。对，比如说可以，恨不得补到这儿去。对，你想想当初的话，白棋走一个这个，黑棋把这分断，对吧？下到这里的话，是白棋没有花任何一手棋，那等于说我当初就补了一手棋而已，就把你这个全都吃掉的话，这个空还是很可观。实战。所以说这棋也很难说黑棋就领先了。对，但是尖住，这个尖住也是有点意思。为什么不靠住这个呢？不明白，他还担心里面有些问题，还怕这边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问题。还是因为靠是最紧的嘛，对吧？你搬我可以退，你尖的话我一冲，他这个底下单拖一个黑棋是怎么杀他的呀？单拖他就断了。哦，他就断了。他就把这个吃掉，然后让你做不出一个眼。是这样。显然这个时候小范的话有点手松。他没料到李世石就是冲断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。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话，他这个比较安全了，对吧？你没什么借用，你靠的话，他也许担心。你这个顶这个是不是先手，对吧？这个补这个断点，有些断点的问题。但是这一退缩被李世石这个冲断一下，他越退还越那个什么，他先在这儿靠一下，靠，这是白棋的权利。然后接上，黑棋接上，冲，然后白棋冲他一下，挡住，挡住，
断掉。这个杯一断的话，小贩搞得很麻。嗯，断的有点难受是吧？有点难受。哦。步骤肯定是有齐的。对，这个拍师先手的话，我刚才那个手段，我觉得不知道成立到哪里去了已经。所以他必须得在里面印一个。他如果说这样印，他不肯吗？这样印的话，他这个也是先手，他就不肯被人家这下先手。对对对，那还不如当初你就直接靠上去。嗯，对吧？嗯，大不了也是这个先手，这个路数差很多了，对吧？嗯，他就想保留这个段，对对对，那得补一个，对，在那儿。没想到被李氏是得寸进尺，是吧？这被冲断，那肯定有问题。他走完这个，他搬在这儿。嗯，然后。看这个李氏是也是很机敏，嗯，不容错过。我就在想他这棋能不能狠一点黑棋，比如说他粘在那儿补，这样补是不是不太干净？嗯，粘这个补的话有极大的风险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以后当然被白棋这一补的话，你这个粘的话没什么效果，嗯，掉的话这被一粘，这个的话是不是还有问题是吧？点收气啊或者什么样的因素，嗯嗯，他可能有冲过来之类的，嗯，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味道，所以杀人家一块棋真是很不容易的事儿，但这个所以说杀棋的话，你的棋形一定要掌握好，嗯，掌握不好的话，就有可能陷入最终发现子绿的子效很低，嗯嗯，被一冲断一补，这里走完油卡完油以后，看这个紧接着这一步，搞得你很恶心，嗯，又挤一下。东也挤一下，西也挤一下，嗯嗯，这个是很恶心的一步。欺负人家，嗯。如果你再粘的话，如果粘上，那么我再打吃一下，嗯，这到处都便宜着了，对对对，白棋等于说。如果你先打吃的话，再挤的话，那就后手了，嗯，是吧？你如果冲，你如果断这个的话，他可以从这边打。是的。这个快一气，但爱好者也可以说，那么我能不能在这补呢？对吧？这个展示的话，是你这个被杜绝你这个先手，但你在补完以后这一段，这边的话有可能又不太一样。对啊，嗯，而且有可能要收气里面。是是是，嗯，反正到处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。对，是的，嗯。所以这个就显得就是老牌世界冠军的话，他在这个对局的那种经验的话就比较丰富了。嗯。这个李氏是很擅长利用那些死子做一些文章，对，让你吓得浑身不舒服。嗯。啊，这是他极其擅长的地方，嗯，所以说网上的话说什么叫僵尸流，对对，僵尸流的话其实不是一些很正面的说法，但是很说明他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废子或死子的话充分，利用开，对，嗯，对吧，这个是死而不僵，嗯，太厉害了，这个他到处都是让你吓得很难受，小范选择了靠，嗯，其实这个靠的话，事后看的话也没有太好的效果。它靠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走这个，那么它可以选择藏这个。嗯。等你打吃，它很自然的粘上，那么它这一可以确保这边的话自身安全的。第二的话，可以落个先手。他关键就是要强调这一下，嗯，他刚才一直这样下法，就是要强调让你补回去。对对对对，强调先手。是的。嗯。那么李氏时。也识破了他的用意，往外面插一手棋实在是插不起，嗯，主要是退接上，然后黑棋粘上，接上黑棋的话也显得没有太大的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没脾气了现在，嗯，这个走完交换完的话再粘回去，按照实战的下法好像不但没有便宜还亏了呢，哦，是吧，对啊，那他下了半天在干嘛，等于平白无故被白棋这边多了一手棋，那还不如当初靠住他呢，对对对，还不如当初另外还不如当初和直接粘回去，是是吧，嗯，所以说这个回合的话等于说是嗯小范的这个吃亏了，对对，这个结果肯定是跟他当初的预算的话，嗯，预想的话是不太一样的，对，嗯，黑棋胡打了，胡打，接上，然后再粘回去，回去，嗯，接着跳，嗯，他这个跳就算是已经下去了，还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得还瞄着你虎断呢，哦，因为这个整体黑棋还是没有活劲，嗯嗯，拖，嗯，
等于说是在也在伺机的话补断自己的弱点。那从这个后事后的结果来看，我们只能说觉得好像这个转换来说，不知道这个转换的这个目数怎么样，还没有判断，但是这个结果看起来好像黑棋不是很满意。因为当初的话我们看这个好像很大是吧，但经过这一串交换的话发现等于说是越来越萎缩，是同时的话由于围在这上面的话这几方交换的话这边控就没了。是没错，本来这边控是都是黑棋的，对对吧，这个是当初黑棋对抗白棋阵营的就是靠这个边控，现在两块转换完以后然后最终这个边控没的话，那么当初白棋开始多的地方的话那么就一下子白多出来了。是的，所以这个黑棋形势不是太好，感觉哈，就是，对，所以说当初如果能靠住的话我觉得这黑棋似乎效率还可以，对，不至少不至于让人家下到这儿啊，对对，这还是差距很大的，是在这儿，事实决定吃掉这个，把这个吃了，他吃得很干净，对，吃完以后的话他这个可以保留着这边的一些利用，是的，黑棋把这个搬起来，搬起来白棋都不硬了，小尖，他得连回去，连回去，然后就把这个收纸了，接回去，这是最大的了，一些小跳，在这儿小跳，白棋选择了很稳健的补，他的补的话也大家也注意啊，这个李世石能让李世石很老实的补的时候并不是很多，他挡了个这个，他最怎么说呢，最老实的，最老实的，按理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为什么不补在这呢，对吧，你可以补在这呀，对吧，这个做活不成，那说明就是说他对棋局的判断是觉得不错，不错，那怕人家这也靠之类的，搞不清楚，还是有点挡住，他把这个又跳下来，这目数还是收的挺挺好的，感觉黑棋不太乐观，是白棋反冲冲过来就下得够结实的，是黑棋其实也下得很紧啊，他这个走完以后这边的话还是有点借用，没有进入这个，那这边走了两下，这边的话处理一下吗，靠下的，哦对，他中间靠了一个横靠，他这个冲先手，哦这个冲先手，然后这个冲完了这有靠，是吧，连回去的时候把他糊了一下先，补了一个，然后辅助，这选择最结实的步伐，把自己的毛病全部补住，冲，再冲，顶，在这儿，对，再冲，把其断掉，转下去，是，在这儿。后面就剩一些关子了，是吧，飞小飞，大家注意这个收空的话一定要走到二路，对吧，咱们布局的时候得走在高线上，是吧，但是一旦到关子阶段的话二路和三路的话绝对要走二路，是吧，因为二路这个目数把握的比较牢，对，三路的话你比如说像这种棋，你走到这儿这人家跳，你挡住这人家搬砖先手，对对，你反而吃亏了，是，你走在这儿呢你这个走不走两可，你回头有空的时候可以再走，对，搬砖，搬砖不是绝仙吗，不是绝仙，因为他有多一个猴的话，这个下一手的关子是先手五目，对，就觉得这个棋形，黑棋刚才这个棋形真的很郁闷，他搬着了一下，被人家弯，依然是先手，对，那还是不能脱先。是，如果说能脱先的话就好多，即使他打了，他打断接上，挤这个，他接上也不行，连不回去啊，这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因为你这边下完的话，他这边的下法就不太一样了。是啊，
所以说在这个局部的话，黑棋是下的比较郁闷了，对，是吧？左右两边都被白棋便宜了，是啊，是啊，嗯。所以我总是想帮他想点办法，怎么样把这手棋给他省出来，对，或者说你刚才撑一点，你接在那儿的话，嗯，是不是把那个脚，嗯，因为他本来是个打劫杀嘛，把它变成一个进死也好一点，对，嗯，就觉得这儿实在是被收得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嗯，立一下，嗯，黑棋把那个收掉了，这先说五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死活，嗯，如果没有猴的话，黑棋是要点这个的，对，对吧？没有猴这个点这个的话，那么这个是一个打劫，对，但有这个猴点这个的话，白棋可以小尖，对，在这里做活，嗯，你这里虽然可以做一个双活，嗯，但这双活的目数的话，亏了，嗯，对，是后手，而且等于说白棋还有一目，对，你这个打吃掉呢，他剩三目，但是你多一目，等于说比刚才，比这样双活的目，就差一目，但是你花一手棋，对对，所以说这个邱端英给大家解释了很准确，这个就是你后手花了一手棋，走了一目，对，从目前看来是很不值的。现在是黑棋等于没花手数，嗯，白走了在这儿，嗯，紧接着。小尖，这个大家的话也稍微体会一下，嗯，这为什么不挡呢？挡完以后人家搬，这个都是先手，对吧？是上这边的空，那么他尖完以后的话，可以确保你这个是后手，嗯，对吧？对，就跟那边还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对，现在完了以后，这个是最大的了，接上，吃掉，挤掉，嗯。将来白棋可以虎这个，是吧？嗯，麻黑棋的神经是打住呢，嗯，还是？他现在还没有马上提，哦，上面交换一下，可能。嗯。并了一个。并，嗯。接上。接上。提掉。嗯。然后黑棋是拐，嗯。接住。接住。黑棋挤。嗯。接上，嗯，接着补住，对，紧接着是，那交换完以后的话，那个虎最大了，嗯，他可能会在哪里交换呢？这个打吃，打吃是黑棋的权利，嗯，然后再虎这个，虎这个，拐一个，嗯，然后是尖这个，哦，小尖，小尖，然后白棋虎，虎字。接上，嗯，然后白棋选择了一个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，嗯，哦，他把这个挖吃掉了，嗯，这个很厚实，这个说实在的话，这个好像感觉像那个大一点，这个派吃是吧，嗯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派吃是一二三四四目多，嗯，这个很厚实，嗯，他就把这个吃了，嗯，这是个逆手官子是吗，嗯，哦，在这儿，那么现在就剩下这个最大了，全盘，嗯，对，没有什么别的大管子了。接下来，白棋是搬，搬黑棋断掉，嗯，嗯，他把这个搬，嗯，打吃呢，他。李世石也没有跟他纠缠了，嗯，他没有考虑打进去的问题，对，这有个打劫问题，打这儿其实这个打劫的话，白棋也是可以考虑的嘛，是啊，对吧，因为这边的话还是有一两个劫材的，这弄完了以后的话，这整块啊，黑棋整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，嗯嗯，主要是要需要比较多的劫材，他打呢，嗯，他可以一路长，嗯，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长到这儿还是劫，但是就是说如果打的话你长一下，作为白棋来说他已经赚了，哦，他可以接回去，对，他已经可以接了，然后你走这儿的时候，对，他这边目数的话已经便宜目了，哦，嗯，所以说这个白黑棋也不会轻易的长这个，哦，是这样子，黑棋肯定势必的话要把这劫打赢，嗯，但是我们看全盘的话，黑棋有太多劫材吗？这个这是一个，嗯，然后这就不是劫了，嗯，对吧，一个劫材，然后这边这个不是劫，这个被提掉太大了，嗯，这个是劫吗？这个是劫，这个是劫是吧？嗯，这就是两个
我打出三个劫。那作为白棋来说，这里有一个劫财，对吧？一个劫财，这是劫财吗？这个好像不是劫财，哎呀，这不太肯定。这个。那这个肯定是劫。对，这个拍吃肯定是。一个劫，两个劫，然后。这个几也有可能是劫。然后关键是你在打完以后的话，你下一手再提还是继续打劫。对。对吧？嗯。比如说，我先要一个这个劫。你提，我要一个这个劫，那我得硬。你如果不硬，对吧？你提这个，那么我先把这个先捞回来，让人家补一个，我这边再提回来，也许你打不过我，我这边就也就损了几目呀，一目、两目、三目、四目，但是我这边就捞回来了。不，这个他要不硬，他是不是给他冲到这儿去了呀？哎呦，如果能冲这个是最狠的了。他即使能打吃，我接回去那。里面还有收气的问题，各种问题。哦，那如果能接这个是最狠的，对吧？那如果这个还是劫的话，那么就一个劫财，两个劫财。这里面还有这个也是。对，两个劫财，三个劫财，这打劫好像是白棋。白棋还有挺有可能性打赢的，挺有可能性的。况且你这个是不是劫财，也是值得疑问啊。我觉得不太像嘛，对吧？这个的话，接上没用啊，接在这儿啊，没问题。那这儿已经太铁厚了。要么你这个是劫财吗？嗯。靠加这个。对，但有可能先损了。对对对。所以说种种的看法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劫的话，其实白棋也是可以打的。但是他不想纠缠这个劫。但实战的话，你是粘上了，选择了粘上。看起来他是觉得目数不错了吧？应该。所以说，我们一看这个下法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白棋问题不大。为什么白棋的话再能打？因为这个还有劫呢。这个挖，对吧？这个劫财的话还是很丰富的，完全是白棋充分可以打劫的情况下的话，等于说是他粘回去，选择了退缩。所以我觉得这个。白棋的这种选择的话，那意味着这盘棋的话也告诉了大家，李氏在宣布他的胜利。没错。那这棋粘到这里呢，黑棋就没有再继续了。这目数我们就不用给大家再判断了吧。对，因为这个在我们私下面的话也是稍微判断过一次，就是说这棋的话，黑棋的话盘面是黑棋好，但是要贴目的话很不容易，因为中国规则是黑棋要贴三又四分三子。那就是说怎么也贴不出目了，这是。对对。况且后面的话也没有明显的一个等于说复杂的地方了。已经没有可挣扎的地方了。对对对。是吧？那最后这盘棋呢，就是直白的李世石是中盘战胜了范廷钰，就下到这一手，范廷钰就没有再继续了，投了了。最后的结果呢都已经出来了。今天这个围甲的结果呢是西安曲江是1-3输给了贵州百灵队，重庆银行是4-0大胜了广州广日队，古井贡酒浙江队是2-2主将胜辽宁觉华岛队，大连上方恒业队是0-4输给了苏泊尔杭州队，中国移动上海队是0-4输给了中信北京队，广西华南队2-2主将胜山东景之酒业队，那么就是说山东景之酒业队今天取得了1分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比第二名的重庆银行队呢还是要领先1分，对，因为他本来领先他3分，对，也是保持住那个联赛领头羊的一个地位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说半程结束了之后呢，冠军的排位依然是山东景之酒业队，第二名是重庆银行队。对对对。这个在那保级大战的话，应该是，广州对广州广日队是现在最危险，最危险。他今天输了嘛，只有5分，那么再加上苏泊尔杭州队今天赢了，全取3分，对，全取3分，那样的话他们形势会略略好一些。还有一个就是辽宁觉华岛队呢，本来是跟杭州队是并列倒数第二，那么今天辽宁队等于是主将败了，只取了1分。那么他现在应该是比较危险的。对，等于说是目前，等于说是仅次于广州广日队倒数第二了。是的，那么这个围甲半程结束呢，精彩不断啊，应该说，基本情况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那么今天的棋局还是挺精彩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好，但是好戏还在后头。好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吧。好，今天棋局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